1559年，他的降生无人所知。公元1583年，他仅以13副乙甲含恨起兵。公元1616年，他击败9部联军，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公元1619年，他5天之内歼灭4路明军主力，兵临宁远城下。他渐次逼近的锋芒中，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名字从此震撼而显赫，是他创立了长达296年的大清基业，是他缔造了绵延12朝的华丽王朝，是他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是他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开创满清王朝？究竟又是什么令努尔哈赤从一个无人所知的布衣少年成就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君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回望他44年的戎马生涯。百家讲坛正在播出。我今天围绕清太祖努尔哈赤主要讲三个题目：一、少年坎坷与含恨起兵；二、三次大捷与十大贡献；三、人生喜剧与实现四合。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一、少年坎坷与含恨起兵。努尔哈赤啊，是清朝12个皇帝的第一个皇帝。努尔哈赤是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如果把清朝12个皇帝比作一个宫殿的话，打开这座宫殿的历史的钥匙就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他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所以要了解清朝皇帝，要了解清朝历史，不能不了解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他是女真人，就是满族的先是女真人。女真人在明朝他的这个建州部几经迁徙，最后定居在今辽宁抚顺新宾苏子河流域，中心在赫茨阿拉。努尔哈赤出身一个女真人的家庭，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命不大好，11岁母亲就死了，继母对他刻薄寡恩，关系很不好。他小时候就在山里头挖人参、采松子儿、拾蘑菇、采木耳进行劳动。那个时候女真文已经失传了，满文又没有创立，所以努尔哈赤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念过书。稍大一点，因为后母跟他不容，就让他分家，他是老大，19岁就分家了。分家以后嘛，就继续劳动。有的书说啊，他曾经落难过，曾经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帐下做过侍从。逃难的时候曾经逃到过叶赫部，叶赫部的那个首领看到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有出息，就把自己的那个爱女许给他了。这个爱女就是后来皇太极的母亲。
努尔哈赤不仅仅是少年坎坷，而且还家里头发生一场大难，就是他父亲和祖父死了。当时啊，这个女真各部是互相战争，啊，彼此不合作，经常同明朝的军队发生冲突。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亲自统帅军队攻打建州部首领的这个驻地，这是古勒寨。明朝军队是久攻不下，因为它是山城，死伤惨重。这女真人一个人叫尼开万兰，啊，他和明朝好，他就喊话，他说谁要打开城门县城，谁就做这个城的城主。果然呢，有一个人把城门打开了，明军就攻进去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城里头。为什么到城里头呢？因为努尔哈赤的姑姑是这个寨主的夫人，你就想要救他这个努尔哈赤的姑姑出来。不但没救出来呢，还被乱军杀死，就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死在古勒城。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捶胸痛哭，泣不成声。明朝说误杀，啊，给你13道赤书，给你几匹马，就算了事了。努尔哈赤当然很气愤。同年五月，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11年1583年2月。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就用他祖父的衣甲13副起兵，拉了一支队伍。他不敢直接对付明朝，他说我的祖父死得过都是因为尼开万兰，就攻打尼开万兰。后来打败了尼开万兰，把尼开万兰杀了。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啊，就开始了长达44年的戎马生涯。当时明朝的执政者呀，认为杀了一个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啊，塔克士，也就是边塞了两个草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于万历皇帝来说，对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来说，杀了两个女真人对他们来说不算事。但是这件事情引起了后来的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呢，以血溃堤，就是古勒寨的这场火，这个以血染变成一个燎原大火，对后来明朝的兴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万历皇帝和李成梁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努尔哈赤的起兵就是以他父祖死亡被明军杀害为起点，起兵报仇，所以叫做含恨起兵。25岁的努尔哈赤从此开始了他征战不息的戎马一生，在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明军杀父的仇恨。然而此时的努尔哈赤还不具备直接与明军对抗的实力，在他复仇的道路上，他还必须首先铲除身边的障碍，那就是征服周边敌对的女真部落，统一女真各部。那么实力虚弱的他该怎样走出？四大节与十大贡献。努尔哈赤就是边塞的女真族的一个普通的青年，又没有文化，也没念过书。
起兵的时候只有副族13户一家，也不过30-50人。他怎么发展起来的？他叫做怀之以德，威之以兵。你要降顺，我用德来处理你；你要违抗，我就要兵来对待你。他原话这样是：顺者以德服，逆者。那几个部落，然后又扩大到东海的女真，然后又扩大海西女真，然后又扩大到蒙古，不停的征战。这个人呢是身体强壮，武艺高强，又有谋略，在女真人当中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他曾经先后8次从建州骑着马到北京向明朝皇帝朝贡，所以他对中原的兴盛、京城的繁华、沿途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这是很多女真首领里面所不具备的。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到底打了多少仗算不太清楚，总是100来场战争有，其中最重要的对女真发展史上起决定作用有3次大的战争。第一次就是万历21年1593年，叫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是建州一个小部的一个首领起兵，周围的女真人都不服，库伦四部、叶赫、哈达、挥发、乌拉等等都不服，各部的首领背了，纠合了9个部组成联军来攻打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以寡敌众，以逸待劳，取得了古勒山大战的胜利，从此威声大振，远而折服。这场战争就决定了努尔哈赤在整个女真人当中他一个统治的地位。9部联军打努尔哈赤你都打不过，那么各部单独来说，努尔哈赤一步一步吃掉，最后把女真统一起来，这是第一次。努尔哈赤以13户以甲起兵，此时渺小的他在庞大的明王朝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就在明万历皇帝因此而不以为然的时候，努尔哈赤的锋芒已经横扫女真各部，锐不可挡，最终深深震撼了大明王朝。万历皇帝因此紧急派出4路大军兵锋直指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刚刚统一的建州女真危在旦夕。第二次就是萨尔虎大战，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势力越来越大，他就打下了明朝的抚顺，用抚顺和赫图阿拉挨得很近。打下抚顺之后震动了明朝的万历皇帝，明朝决定对努尔哈赤实行犁亭扫穴，一举歼之，以杨浩为统帅，号称47万大军，兵分4路，东西南北4路，分进合击，要一举吞掉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大敌压境的时候沉着应战，他有句话叫做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你四路分进合击，围而未合，我先吃掉你的西路，完了又吃掉你的东路。他是三月初一先吃掉明军的西路，初二又吃掉明军的北路，初三调整，初四又吃掉明军的东路，初五明军的南路，望风而逃，溃不成军。这一仗很重要，这一仗是决定建州生死存亡的一战。这一仗如果努尔哈赤打败了，整个建州部100年以内很难有再进行的机会。但是他打胜了，所以后来乾隆说啊，萨尔浒这一战是王基开啊，就奠定了清朝的基业。努尔哈赤以其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运筹帷幄，取得了接连两场重要战役的胜利。从此，双方的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努尔哈赤羽翼日渐丰满，他的雄心，他的目光，已经随着他威猛的大军南下，就要兵临大明王朝城下。第三，就是沈辽大战。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战之后，就是大举进兵到了辽河流域。辽河流域中心就是沈阳和辽阳。先打沈阳，城高池深，防御坚固。努尔哈赤是里应外合，把沈阳打下来。马不停蹄又包围辽阳，9天之间呢，连克沈阳、辽阳两座重镇。辽阳是当时明朝整个辽东的首府、政治中心，被努尔哈赤攻陷。辽阳和沈阳的失陷，标明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统治的确立，史称沈辽大捷。努尔哈赤戎马一生，创立无数的文治武功，他的一生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印记。那么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他的千秋功罪又该如何评说？努尔哈赤呢，是明嘉靖38年，就是1559年出生，天命11年，就1626年去世，享年68岁。25岁起兵，到68岁故去，通算起来一共是44年。努尔哈赤44年的人生，应当说是辉煌的人生，应当说是对满族、对中国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生。主要贡献我归纳有10条。努尔哈赤朝之10大贡献：其一，统一女真各部；其二，统一东北地区；其三，制定满洲文字；其四，创建8旗制度；其五，促进满族形成；其六，建立后金政权；其七，丰富兵坛经验；其八，制定胡蒙政策；其九，进行社会改革；其十，决策迁都沈阳。一，统一女真各部。女真族从金朝灭亡之后，元明300年来没有统一，各部分裂，互相战伐，强凌弱，众暴寡。努尔哈赤起兵之后，
先统一了建州民族，又统一了东海民族，又统一了海西女真，把女真各部基本上统一起来，这在女真发展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二，统一东北地区，明朝中后期皇权衰落，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基本上控制不了。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在统一女真的同时也统一东北地区，他经过44年的时间，他儿子皇太极经过17年的时间，加在一起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把整个东北地区重新统一了。它的范围，用皇太极的话说是这样子：自东北海滨及西北海滨期间，石犬、石鹿之邦，即产黑狐、黑貂之地，不是耕种、渔猎卫生之俗，俄鲁特部落以至窝难河源，远尔诸国再再臣服。就是说，东起日本海，西到蒙古，南界长城，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贝加尔湖，东北到库页岛，领土面积大约500万平方公里，和明朝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大约相仿。这个很重要。后来清军入关了，接着就是俄国东进，日本南下。东北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局面，难以说明，难以想象。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贡献。所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东北地区的统一，不仅对满族，而且对我们中国历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努尔哈赤所完成的统一，为后来清王朝的建立从政治和经济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与文化还需要文字的力量来凝结和巩固。有着远见卓识的努尔哈赤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三，制定满洲文字。女真文到明朝中期之后逐渐失传了，满没有文字，满族没有文字。那么发布政令什么怎么办？就用蒙古文发文，通朝鲜一些公文用汉文。他说是说满语，当时叫女真语，把女真语翻成蒙古语，向蒙古发令，又翻成汉语，从朝鲜进行公文来往，它很不方便。1599年，努尔哈赤不行，要创立满文，让额尔德尼和噶盖，他说你们俩创立满文，他怎么创立我不会啊，他你就把蒙古字母借用来，再拼写满语音不就行了吗？就创立了。但是刚创立不太完善，皇太极的时候又改进了一下。原来满文叫老满文，无圈点的满文，皇太极改进之后呢，叫加圈点满文，也叫新满文。这个事情不得了啊！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满通古斯语的各个民族都没有文字。靠的满文记录的材料，才使了那个时期整个通古斯语族的各个民族人文社会的资料得以记录下来。
还有咱们那些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翻成英文翻成西文，他外国人他看不懂啊，他怎么翻呢？是满洲人把四书五经先翻成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啊，西方耶稣会士又把这些满文转成西文，所以满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我说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四，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军队怎么组织？他没有用明朝来行事，用女真人原来狩猎的时候那个牛鹿加以改造加以整编，就变成牛鹿组织，军事组织又进一步发展啊，变成四个旗。到1615年又发展变成八个旗，旗帜有正红正黄正蓝正白，相红相黄相白相蓝，黄白蓝镶个红边，红旗呢镶个白边，这是八旗。开始八旗就是满洲八旗，虽说后金的地广人众，又逐渐形成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清朝人习惯叫做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一共24个旗，但是统称八旗。这是一件大事情。通过八旗组织这个纽带，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以及归附的蒙古人统一编制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司法，以至于家族，把分散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拳头，来对付明朝。这是后金、清能够取得胜利、定鼎北京、入主中原一个重要原因。李自成的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有时候是一群乌合之众。八旗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分三级：固山、贾拉、牛鹿，分三级，组织非常严密。出则为战，入则为民。打仗的时候就出去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回家，该种地种地，该放牧的放牧。它不但是个军事组织，军事、行政、经济、司法统一起来，这个适合战争的需要，把他整个辖区的人统一成一个力量。有个说法叫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这个八旗军队开始有6万人，后来到10万人，后来到16万人，那当然是天下无敌了。可以说努尔哈赤的组建的这支八旗的骑兵当时是中国最强大一支骑兵，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骑兵。这是一支独特的军队，他们扬鞭跃马，征战四方，他们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努尔哈赤所独创的八旗制度，不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全民皆兵的军队，而且也直接促成了一个崭新民族的诞生。五，促进
满族形成。满族的先人是女真族，但是满族不仅仅是女真族，它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纳了蒙古人、汉人、朝鲜人、锡伯人、梭伦人等等，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天聪九年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一个诏谕，他这么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这一年是1635年，从此满族这个名称开始出现在中华历史的典册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满族人大约有1000万人，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民族。满族的缔造者努尔哈赤，第6，建立后金政权，创建大业，必立根本。要立根本，叫建立基地。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他要建立一个基地，基地的中心在赫图阿拉。这个基地还要建立政权，在明万历44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和朱贝勒大臣在一起举行了仪式，正式建立一个政权，通常叫做后金政权，也叫做金政权，标明努尔哈赤要同明朝分庭抗礼，中央王朝在万历以后，中央统治权力逐渐衰落，努尔哈赤兴起，建立了这么一个政权，组织政权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众的生活，逐渐同明朝来对抗。没有这个政权，努尔哈赤很难成大事情。有了这政权，有了这个基地，有了8旗军队，又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力量，同明朝对抗一个强大力量。所以从天命元年，就是1616年，到宣统3年，1911年，清朝的实际时间是296年。那我们平常为什么是268呀？就是从顺治入关以后元年，就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宣统3年1911年，这是268年。严格说起来，应当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就算起，到宣统3年一共是296年。我们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以来建立过200年以上大一统政权，只有汉唐明清四朝。这个清帝国的基业是努尔哈赤奠定的。努尔哈赤在战争的硝烟中建立了最初的大清王朝，他是整个满清帝国的基石，他是168旗将士永远的战旗。在他44年的戎马生涯中，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那些几乎没有胜算的战役，每一次都在努尔哈赤的神奇之手中奇迹般的大获全胜。那么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谋略，竟然可以如此的用兵如神。我们中国的军事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的兵书。中国的军事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化宝库当中一份珍贵的财富。努尔哈赤戎马44年，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丰富了中华的军事的武库。比如说他集中优势，各个击破，比如说里应外合，速战速决，比如说诱敌深入，设伏截击等等。他发明和创造了一系列的战略和战术，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华武库。第八，制定扶蒙政策。中国中原地区北部始终是个问题，秦汉的匈奴，明朝的蒙古，2000年没有解决。明朝英宗皇帝做了蒙古瓦剌的俘虏，一直到最后明朝没有解决蒙古问题。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但是还是蒙古人几次包围北京。北京修外城也是为了防蒙古。徐达、戚继光修长城也是防蒙古，但是有名一代蒙古问题始终没解决。努尔哈赤改变了中原皇帝的对蒙古的政策，对蒙古采取联姻、封赏、赈济、重教、结盟、边旗等等各种政策。他努尔哈赤和蒙古人通婚呢，不是汉唐的公主下嫁呀，是我的格格嫁给你，你那儿女儿娶过来变成儿女亲家。后来皇太极、康熙又继续努尔哈赤政策。康熙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呀，他说啊，他惜亲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科尔科，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原来长城是防蒙古的，现在蒙古变成了长城了。可以说中国2000年的北方问题、匈奴蒙古问题，到清朝这个难题才算得解。清朝蒙古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啊，沙皇俄国侵略，那蒙古变成中国北方的长城了，满蒙汉共同抵御沙俄的侵略，这是一个大的历史功绩。后来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他们对蒙古的政策，奠基者是谁？经史者是谁？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559年，他的降生无人所知。公元1583年，他仅以13副衣甲含恨起兵。公元1616年，他击败9部联军，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公元1619年，
他五天之内歼灭四路明军主力，兵临宁远城下。在他渐次逼近的锋芒中，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名字从此显赫而震撼，是他创立了长达296年的大清基业，是他缔造了绵延12朝的华丽王朝，是他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是他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业。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开创满清王朝？他的十大功绩究竟还有哪些？他是如何缔造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在他长达44年的漫长征途中，凭借着人生四合的法宝，他迈向了人生的巅峰，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那么他的人生四合究竟又是什么？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清十二帝一案之努尔哈赤。百家讲坛1月11日至19日12:45首播《说聊斋》系列节目。